猫警长。打扮了一下，这稻草人一定学的什么东西。感谢无敌的依晨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了，谢谢君熙，哎，三瓶药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50个半卡啊！感谢，谢谢软弱的文盲，还有最后1分半了，就开奖了，1个半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办完卡以后，记得荧光棒可以清一下，不要忘记了。你干啥的？过来呀！他们指定从这儿走，我们直接刺他一波，我刺。我们这个阵容绝对不能硬拼，谢谢过把感情瘾，谢谢白茶。我再刺儿，我再刺儿，他就跟寒冰差不多，其实二级我们学个 E 啊。我刺儿，让他踩我们。哎，我刺儿，谢谢用户778，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1个半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再刺儿，谢谢用户778，感谢2088。我再刺儿。带个魔宗，别着急呀。那我不能说工资装不出吧？先出工资装没事。一会儿回家，然后我们出女神之泪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前期我们主要是小号，回家出女神之泪一会儿。打吧妞，小心，来个女神之泪，怎么能看出来 ADC 没补着兵啊？那 ADC A 那个兵，那兵没死，不就能看出来他没补着兵吗？恭喜李佳洛啊！大家有大气的可以刷点大气，万一突然之间来个老板给我们送了一个超级火箭。W一上来点燃，闪现掏接 Q， 八八六咬，八八六空了，没关系。别回家，这种兵线是不能回家的。W1QA， 不要害怕。卢仙没啥虚区的，你点那回，我点这回。我来个帝国指令螳螂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我先来个皮鞋吧，人俩药卖了。消化，然后进化。没用，怎么没用啊？帝国指令，我觉得行。好宝妞，换扣。好宝妞，等六再打啊，现在不太好打。再打宝妞。再打吧妞，来，哎，起飞，勾引一波，再打吧妞，打吧妞。我们能回血，而且你知道吧，来踩我，哎，勾引一波，死了，被我 W 就刺死。这是真的稻草人还是假的稻草人？我打人很疼的啊，我告诉你，一 Q 点燃 A， 打吧妞，还行吧。哎呀，刚打吧妞没好，换个扫描，先来个魔宗啊。这把出水银海吧。打吧妞，我去插眼儿去，给你打吧妞，再打吧妞，哎，我再插一个。打吧妞，哎，升级，能打，只要他们想打。打吧妞，再打吧妞。再打吧妞，一 Q 隐身平 A， 再隐，打吧妞接 Q 回血，好配合，轮着吗？你看，只要你的队友他会玩，其实你拿个什么给他辅助，他都能狠。我们都能杀人，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打吧妞，死了，哼，
给个减速，完了，他减速没给着。来，还有啊！这边孤立无援，居然没杀掉！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而且刚才那 W 怎么能没中呢？好奇怪呀、啊！这波给了他两个人头，天哪！准备收割，漂亮！本来俺们家轮着妈302，挺好，一上来 W 溜。W 溜，我直接开大，一上来 W 溜，掏，查眼 ，A， 人头给潘森吧。这潘森这英雄虚虚是真高。辅助装一个 W 只能触发一次吗？无所谓了，触发几次俺们也满了。一上来 W 溜，掏 A， 好意 W 溜，我掏。这螳螂的大招好的真快，凭什么这螳螂大招好的这么快？我 W 溜，我的翅膀焦躁，我再 W 溜。我操！这哎呦，狂风之力轮子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漂亮轮子吗？俺们家这轮子吗还是可以的啊。辅助别送，我告诉你，这也就这轮子吗会玩，要不然我指定抢他人头。你如果非得觉得我送，那好，这把我要杀15个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开始吃资源。你不信，你不用，你信不信的，我们事实来说话。只要对面不投降，无尽的饥饿，
轮着吧，这边有大，先扫一下看有没有眼儿。来减速，闪现减速，卢仙是吧？卢仙，这咋的呀？这稻草人不把我当人是吗？是不是不把我当人？你咋的呀？漂亮啊，轮子吗？回家。把木印出了，先把水银还做了。我马上十一。关键是队友杀的太猛了，我怕他们家投降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我估计现在都没投，应该不能投了。这为什么是泽拉斯的人头啊？我需要快点升到十一，多查几个眼儿啊！这完了，这高地没了，这峡谷先锋放了，高地肯定是爆炸了。这都不守了，推推棒对战狂风之力，在这儿稍微等一下。给地西拿下，给个减速，长翅膀。我打不了，我上了，尿死他！能不能尿得准一点？这轮怎么投降了？这就没办法了。这也不是投降啊，这都拆没了，这一点也反抗不了。没办法，尽力而为吧。